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虫虫，来到每周的回啊、呃、市场回顾展望时间，今天是四月一号，二零二二年，啊你周五啊，周五的下午，那、啊、因为今天大盘走的很明确，所以呢，我就赶快给大家呃录个周末视频，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早点来看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复盘，然后呢，以做下周的交易的准备。那今天的标题是市场如预期拉回，你加仓了吗？ 呃，是的，上周呃不是上周，我们在前三天吧，就是呃刚去垦困回来啊、呃，周二的时候给大家录了视频啊，那时候是市场的高点，然后跟大家讲说市场会有一个短期的拉回，那啊、呃、的确在周三、周四市场开始有拉回，呃昨天是跌比较多的哈、啊，那我们啊、呃、在这地方来做个呃、啊、复盘哈、啊，因为我当时也跟大家讲说。 呃，整个日线哈，日线还没有涨完啊，在整个日线的一个这波的涨势呢，嗯、呃，用各种呃指标好，如果要看什么指标，我在上面前面几个视频都有讲啊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看。但是我就说用很多证据来显现显示我们现在的呃涨势还没有完成哈，所以呢，任何一个下跌，基本上我们都需要一个日线级的呃 high r low 哈。 这个上一个 high low 是在上一个 low 呢，是在这个三月十四号哈，然后呢一直涨啊涨到现在，日线级还没一个明显的一个呃 high low 出现。那呃这个今天啊是 potential 里有一个哈初步的一个 high low 出现哈，那这个 high low 非常高，所以呢如果说在这个箱型整理久的话，还是有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。 这个 higher low 可以之后再出现哈，我们目前为止这一个短期的呃拉回哈，因为有这个今天的呃下影线哈，先开高走低再拉高、呃，基本上等于是说把昨天比较大的一个跌幅呢基本上挡住了哈，那只要呃周一哈，周一、周二能够呃往上稍微能够继续收个阳线，然后呢这个之后几天稍微啊、呃、在这个区间横盘哈。 那对于整个呃形态的整固哈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呢，嗯、呃，另外呢，就是说下周是四月的第一周哈，然后呢，呃，通常来讲我们在啊四、呃、月份是财报月，啊、呃、第一季度的财报月哈，那所以呢，呃，市场会检视啊、呃、过去这一季啊这个不管是高通膨啦，或者是要高油价啦，各种情况对于公司企业获利的影响啊，所以呢，嗯、呃。 市场也会在呃四月二呃第二周到第三、第四周这几日之间呢，会有一些检视哈、啊，这个对于啊这个财报啊获利的一个情况，以及这些公司对于之后的一个展望哈、啊，下一波的展望是如何哈、啊，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哈、啊。那所以呢，在这段时间呢，下周是能够如果还要在盘整或者是下跌，在财报前的一个呃、啊、最后一个窗口哈、啊，通常来讲。 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周就比较难啊，大跌哈，呃、啊，不是说绝对不会，但是比较难大跌哈、啊。那呃、啊，因为他们要看财报，所以一般来讲资金不会呃、啊，就是大幅的离场啊，因为毕竟啊，他们要看这个财报，而且第三、第四周通常是大科技的财报，大科技的财报通常来讲来，他们都是给啊，就是 guidance，上一季的时候 guidance 比较低，所以呢，一般都会 beat。那 beat 的话呢，当然也要看财这个。 投资人对于财这个这个财报的一个反应哈、啊，通常都是正面的比较多，当然会有少数几个爆雷的哈、啊，但是呢，整体来讲，在财报季当中呢，就比较难啊大跌，顶多盘整或盘整向上、啊、所以呢，呃，各个均线呢也都慢慢的恢复哈、啊，这个一百天均线走平，两百天均线还往往微微往上翘，五十天均线本来是向下的，慢慢的也回正，然后准备往上走，如果大盘不再继续。 大幅的下跌的话，哈，那一基本上也预期不会。那我在 Discord 呃前几天也给大家提醒哈，那个呃下跌的拉回的一个空的区间大概在什么位置？好，在 Discord 的这个呃早安点位盘后小结这地方呢，我因为这是禁言群哈，所以呢，我在所有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呃情况都会也给大家就是呃写在上面哈，那这样的话不会被。 这个聊天的部分所覆盖去哈、啊，那我尽尽量的在盘中，如果有看到什么特别注意的，再跟大家就更新。但是呢，呃，一些重要的东西都有写哈、啊，比如说像在呃这个呃重要的像在前几天啊讲到说呃预期哈、啊、这个跌到哪个地方哈、啊，那其实都有写哈、啊。这个在哪个地方呢？看一下这里哈、啊，这里就是大盘近期啊在。 三月三十号，也就是前天啊，三月三十对，啊，30, 呃、再再早一点好像是，对，三月三十号哈，就三月三十号是前天哈，前天说近期有可能调整到四五零零到四五三零附近，可能需要几天上下震荡的时间哈，然后呢，等于说一个大区间震荡哈，所以呢，嗯、呃，也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哈，然后呢，我们当然在今天的盘中。 也给大家做了一些，就是说，当怎么样在日内看，比如说底背离，或者是超卖，或者是收正的下影线，或者是日呃小时线等等的哈。那我待会给大家稍微做一点点复盘哈，日内的一些复盘啊、呃。但是这些都是给大家一个作为一个经验参考哈。那怎么样去操作？那不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收盘是非常好哈，就是收一个呃收正的下影线。那这个 T V 实是一个止跌讯号哈。那 呃，或许还会在这边盘整震荡，但是呢，呃，目前为止就是说这是一个好的收盘，表示说大盘的拉回暂时在这边稳住，就可以上了啊、哦。那但是呢，我个人认为下周可能还会有一些区间震荡哈。怎么说呢？嗯、呃，就是呃，周一周二哈可能会有到四六零点附近哈，然后呢还会有一些拉回，啊、呃、拉回会不会？ 到今天的低点附近，或者是破一点点，然后再上去哈，这个我不知道。那我们请大家到时候看一下 Discord 的一个啊、呃，就是啊、呃，一个一个就是更新。那但是怎么样来讲的话，基本上我看这区间震荡完以后，还会再往上哈、啊，突破四六三七这高点哈啊四、呃、月中哈、啊，预期至少四月中应该能够到四五四六五零到四七五零左右哈。啊 在这个地方，我还是要稍微复盘一下今天啊、呃，在盘中的时候，我特别是有提醒到，我们其实哎、呃，不只是上盘中，我在上个视频，周二的视频有跟大家提醒到，呃，这一次拉回会在小时级产生超卖哈、哦。那的确，我也画了红色的地方，那也的确，昨天的大跌产生了一个超卖，并且有底背离哈。哦 呃，底背离的话，就是说价格变低，然后呢，但指标却没有破低，或者是等低，或者是稍微垫高的低点哈、啊，这所谓的背离。如果你不晓得背离的意义的话呢，我近期会开这个呃冲浪的基础班课程哈、啊，因为好久没有开了，那我想就是说也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，给一些进啊，就是说刚入市，或者是说对一些技术方面不是很熟的啊朋友们啊，就开一个课。 啊，那这个基础班呢，会讲到怎么样去操作这些啊、呃，详细的操讲讲解这操作这个底背离的情况。那我在视频也给大家稍微简单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呃，通常收正的小时非常重要哈，因为收收正的小时是呃一个底背离的可能性的一个一个成立哈、哦。那只要说在下一根 K 线啊、哦，小时 K 线不再破低点哈、哦，那就会有一个好的反弹。 那在盘中哈、啊，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有稍微压低，可是呢，回踩的时候却没有破前低，然后呢，哎，下不去了，所以只好上，所以尾盘的时候拉上去了哈、啊。那这是一个好现象，那这形成一个什么一个底背离哈、啊？这这个如果说是以前我基础班的同学都知道，这叫 local 底背离，就是说当这个指标还没有回到三十以上的时候，又再下来了，啊，产生这种这种。 背离叫做 local 底背离哈，这种的话就是比较标准的底背离哈，就是有一个阳线收上去，然后呢再下来哈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底背离，这是一个 local 底背离。那在 q q 呢，其实今天在小时图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的底背离哈，所以这个是很明很明确的一个底背离一个标志，收正那通常就会有一个好的反弹上去哈。 所以这个底背离运用哈、啊，在这个技术指标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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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用的，所以呢一定要学起来。如果不懂的啊，可以私下跟我来啊，就是征询一下基础班的一些详细的啊，课程内容的问题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未来啊，我预期就是会有一个区间震荡，震荡完以后呢，啊会再继续往上哈、啊，然后到四月中四月底左右哈、啊，这个时间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改变，这个预期可以继续走下去。 呃，我们有预期，但是呢，也要有一个所谓操盘的一个原则哈，因为很多人也是会担心、会怕说，哎，这样子会不会盲目跟单啊，或者说盲目听一个人讲啊，怎么样的，然后弄错啊？什么的。我们呃，没错，我们可以去听别人怎么说，但是自己要有一个技术背景的底子哈，就说、是、万一如果不对的时候，万一对不对，一直下跌,下跌、下跌、下跌，那我不能一直盲目抄底嘛，对不对？在下跌过程当中，你买了之后，肯定是要有一个止损，对不对？ 收正日线，收正小时出来，你肯定在下下方做个止损。如果继续跌的话，怎样就就就要止损，或者说反弹的时候离场，再下去，对不对？已经无望了，对不对？解套无望，赶快出来，对不对？类似像这样一个情况，否则的话怎样跌到无底深渊，对不对？再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就浪费了这个这一段的一个机会成本哈，所以这些都要需要注意哈。 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往看下去看哈，就是说，就是说下下几周基本上就是盘呃区间，下一周啊这个日日内可能会区间震荡啊，之后呢还是会突破哈到那个啊就是比四六三七更高的高点哈，这、啊就是我这样整个大概的预期，那希望能够如此实现哈、啊。那当然，如果下周对不对这个跌破了四五零七，那我想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哈、啊，必须要止损。 不是说我的预期啊，是我的预期错误好，那我也必须要呃怎么样尊重现实出场，因为这是尊重市场的原则。如果在下跌当中，你能够尽快的出场，在上升的波段，能够尽量的按照趋势握牢，对不对？你这边赚的多，这边虽然有被打止损，然后呢赚的比较少，或者是说有亏一点点，但是呢，你只要一个好的上升波段，你整个获利的曲线是。 往上的而不是往下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一个操作原则。好，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其他市场。嗯，标普呢周线其实是一个十字线哈，所以代表说可能未来会有一些盘整，但是均线已经往上，所以呢可能回踩一些均线之后，还是会有机会继续往上。这是我为什么啊、嗯，就是有这样的预期哈。那我们看下 QQQ 呢的周线哈，基本上也都是。 啊、呃，它是一个收正的，呃，但是有一点长下上影线，所以预期会有一些盘整完以后还会再继续往上走哈，嗯，道琼稍微差一点点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小的一个都距哈，基本上只要下周不大幅的下跌就没有事哈、啊，呃，IWM 是小盘，小盘啊、呃，最近涨得厉害啊，主要是生化板块啊，生化板块最近还不错，所以 XBI 哈、啊、，XBI 是可以注意的哈。啊 呃，SMH 是半导体板块稍微弱一点哈，呃，但是我觉得整体情况还没有真正走坏。啊、呃，我们炒股通常最希望能够就是挑强的来做哈，做强的，挑强的，像 Tesla 对不对？基本上这一次这几天这两天回调基本上没有什么跌，它还是强势的对不对？强势的做强势的，不要去减超。当然，在市场指数的底部你可以去超。 这个个股的底，但是呢，当一轮上涨之后，这个股没有特别特别起来的话，那它会在以后的轮动里可能会起来，但是在目前为止，就是在这个眼见的为止啊，那我们必须要去啊认出啊认出哪一个是比较韧性的个股，那它当市场再继续往上，指数往上走的时候，那这个个股就会跳更高啊。那我们看看恐慌指数，恐慌指数这个这两天有蹦一下，但是呢，今天还是收跌哈、啊，那。 这个我讲过，这个恐慌指数会形成一个原底，才会产生对市场下一次的要下跌一个动力，所以目前为止是需要整理的哈，所以啊、呃，预期下周恐慌指数应该还会再啊、呃、继续的慢慢的下跌，做它的原底啊，到五月份 maybe 四月底五月份才会真正的能够再度的起来哈，啊、呃，日另另另外呢三十分钟图哈。 基本上你三十分钟图在日内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去画图哈，在这个通道哈没有突破通道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下降趋势，没有突破通道就是一个下降趋势，你可以去抄底，但是你必须要设止损哈。然后呢、呃，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市场拉回如预期到目标的区间哈，四五零零到四五三零左右。然后呢、呃，今天收在四五四五哈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拉回可能暂时的结束啊。 好，那就今天到这个地方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呃有收获。然后呢，呃一样的就是说，如果你对我们的冲浪大群有兴趣的话，那请这个是免费的，请加入。每天都有早安点位，让大家知道这个日内的主力支撑在什么地方。你可以用这个资讯来做日内的交易，你也可以，我有一些呃就波段的提示，那可以呃一方面看视频，一方面看这个 Discord 里面的资讯来做一些。 啊、呃，这个你交易的参考。那如果你觉得这视频不错的话，请啊、呃，记得订阅、点赞并留言鼓励。好，祝大家都美好周末，我们下一次啊，不对，见。